好了，卡德梦，来吧。跟 AutoPay 的同一家公司吗？好像不一样，不同一家。有料按那一手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有人知道吗？啊，对嘛，就是这种音乐嘛，爬塔就是要这种音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教学关卡不用了吧？不用教学吧？不需要教学吧？这个什么圣诞树吗？圣诞拉猪啊，这是什么？会飞的皮卡丘，还是皮卡丘死掉了？这又是啥？这是猪还是鹿？看不出来、欸，啊，怎么载入那么久啊？太久了吧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我那音乐有点大声，要调小声一点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好，招募一只卡德梦，卡德梦，那有个靠腰的卡德梦，卡德梦，宝可梦卡德梦。OK， 治愈一次，治愈，获得一次攻击。向所有敌人造成等同我方50%的攻击力，所以他是他补血就会获得一次攻击力增加，是不是？所以御三家我们要选哪一个？火系，这是火系吗？还是岩系？应该是岩系的吧？草系哦，草系、火系、水系啦，极冻蝎，这个40滴血超强哎，高攻击4点，有点烂。怎么样？选哪一个？看起来好像是水系比较强一点，水系的感觉比较强啦。对啊，选悟空啊，猴悟空感觉很愤哎，火加炎感觉就没什么料啊。火加炎是有什么？是有什么料？它会进化吗？这游戏不进化我是不玩的哦。嗯，角色这个如果它不会进化，感觉就超级愤啊。用水系没志气，48滴血，然后又可以帮忙给盟友盾牌，不强吗？啊，火系，火系，火系！啊，哇，还有分区域是不是？还不要道馆吧？还有道馆啊？露营地、物理昆虫，还有相生相克，所以我们打火系打虫系有加成吗？他这个属性不知道有没有加成，不管，先进去看看。我们先打个虫系吧。极岩金、岩岩虫、枯瓦，怎么大家都是？开战斗！其实蛮痛的。还好，刚才没选水系，选个水系就直接一直被挨打，一点屁用都没有。还好我没选水系。我选水系，我就哭死了。对啊，一直挨打而已啊，攻击太低了啦。招募一只卡德梦，或者个道具，或者场地效果。招募吧，先把队伍杀满。治愈。仙人掌可以干嘛？啊，荆棘啊。被打的话呢，会像攻击者啊，就是荆棘伤害嘛，可以吧？场地效果，盟友晕眩的时候，其他盟友攻击加一，获得什么东西啊？电击肥袋鼠，电击肥袋鼠，快去换金钱吧！还有果实可以吃啊！施加攻击的时候，会对一个随机敌人造成什么？这算是中毒状态吧？这什么？哦，直接暴击！哦，火焰史莱姆很强哎。那知道怎么用？道具可以直接给他吃，是不是？咬电鼠！哇，这个游戏还蛮有料的啊！这要搭配的话，你还要考虑就是这个种子。
然后考虑到职业的搭配跟阵容嘛，配备时给他五点最大生命值之后就会消耗哦，只能用一次吧？这不会只能用一次吧？之后便会消耗，重生吗？你玩了十个小时哦，这么嗨哦！战斗结束之后呢，会给你一只金球宝宝，或给十点经验值。经验值是共用的吗？不管了，我先拿个金球宝宝看看。哇，他说什么？盟友施展攻击之后，会给前方的盟友再给他叠盾。好猛、哦！前方盟友叠盾。啊，最胖。我就胖，不会拿两只一样的可以升级吧？哎、欸，安安啊，晚上好、啊。OK， 你在丛林路上遇到一个巨大的深谷哦，往下走了之后发现有一个老旧吊桥，你想要走走看看会不会怎么样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生命值吗？啊，士气归零就会爆炸。这什么？所以我要考宝可梦获得这个五次什么东西啊？异伤吗？好吧。哇，怎么都神秘事件啊？天崩地裂打断了你呢？三名小队成员小心翼翼的面面相觑。这个翻译有翻跟没翻一样哎、欸。按下卢恩文字是不是圆形的吧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你按下这个卢恩文字，然后呢，有一个 flash what？ 小队成员开始调查，与这个地方的小魔王进行战斗。来啊，很强吗？小魔王，水系的羊驼，治愈盟友的时候会给他喷水虽，喷水虽每次攻击的时候叠加可以向敌人造成一点伤害。哇塞！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他们三只喷水虽、欸，我会喷死哎、欸，没问题吗？哇，喷水军团，完了！哇塞，一直飞剑，哇，叠六层了！哎呦！哇靠 ！AOE 好痛哦！哎、欸，这喷水很痛哎、欸！十一层，哇塞，秒杀！哦，可以用喷水打人，他本身攻击不高，可是他会一直喷水，喷水这样。能不能带只捕食吗？哇，爆了！战败了，各位战败了。充怎么样？移除商店换新的，没钱啊！哇，那我这样队伍搭配有问题耶，感觉，对不对？岩系、草系，施加攻击的时候可以叠加一层重生。瞬间。没到分 game 吧，还没摸索他的规则，至少我觉得他比刚才那个有料啊。呜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变大了？我32层盾，疯狂叠盾，只要我不要被打到后排，好像真的蛮强的。啊，招募一只把后面这只换掉吧，这只好像没什么用。战斗开始的时候呢，收集足够多的能量啊！下面这个能量是，哦，它可以要提早发动这些东西啊。这个塔是干嘛的？哦，直接可以挡一次伤害。它的技能是让前方盟友直接挡一次伤害，攻击力10，攻击6点还行。所有召唤出的卡德梦会向最高的生命值敌人造成2点伤害，还好。全部的盟友怎么样？哦，让敌人缓速。
哦，让盟友的缓速的 20% 变成加力量，就是额外增加攻击力。喷水虽，水虽，喷水虽吗？水虽强吗？对啊，喷水虽强吗？神鱼。任何卡德梦晕眩的时候会给其他人经验值，晕眩应该是倒地吧？选个喷水虽好了。哎，怎么会是给？不是啊，怎么给错经验值了？是不是？啊，他变金球宝宝了，原本那个等级低的那个变金球宝宝了。啊，这个加什么意思？加是升级吗？到底加什么意思啊？谁可以告诉我到底加什么意思？啊，球金宝宝啦，给予十点经验值，他可以拿去卖掉吗？哦，卖掉可以换糖果。哎、欸，根本就宝可梦啊，把那个坏掉，来把它卖掉可以换成糖果，有够好笑。这样点技能吗？没有啊，没得点啊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没差，反正大家边玩就知道了嘛。给予其他的盟友，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强哦，扬声器是一定要买的吧？帮忙加攻击力啊！升级你的团队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单位会获得虫系特性哦。召唤一只奇怪的东西。给谁三的经验值？给他吧，我们的火爆猴。有吗 ？OK。我刚被什么东西射到了。杰顿，加油啦！我的炎炎虫，可以吗？炎炎虫，撑住啊！哇，火爆我好强哦！哎、欸，火爆猴有料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！好，召唤什么？咬电鼠。敌人进行召唤的时候，给予盟友增加能量嘛。给予邻近的盟友腐化 20% 作为能量，感觉没什么用，搭配不起来吧。前方没盟友受到伤害的时候呢，可以给他们一点最大生命值，而非承受。哦，就是这个小鸭会让前方盟友的扣血变成是他自己扣血。对啊，对吧？最大生命值一点，就等于说拿两滴血换一滴血啦。那我觉得还好。换经验值吧，又有经验值了，好爽啊！一堆糖果，哇，还有进化系统哎、欸！怎么越来越丑了？变进化变丑是怎么回事啊 ？OK， 治愈获得一次攻击，可是我没有治愈系的怪物，比较可惜了。好吧，我们先把那个这个炎炎虫给升级吧。任天堂快坐不住了，不会啦，真的坐不住。进化变丑不是正常吗？说的也是。没有补血的，好像撑不久，好像还是需要一只专门补血的宝可梦吧。好，完了完了。没事没事，它还会自动帮他换呢、欸，有没有？它快倒下的时候会自动帮他补哎、欸，有会帮他补血的吗？任何晕眩的时候，这个音乐也快被会有被那个版权警告的疑虑哦。
他这个音乐，这版权警告吧？这个不多养几只吗？敌方承受伤害的时候，给予后方盟友一点攻击增加。具有冰冻属性的角色，盟友晕眩时向所有人施加冰冻，哇，很可惜，搭不太起来。这只可以吧？这只还蛮强的，把它留起来。龟龟，没有可以补血的吗？盟友攻击的时候呢？会向前方敌人造成攻击的移除。盟友打越多下，他那个飞可以叠越多个。什么意思？战斗结束之后给他生命值。啊？战斗结束后给予生命值是增加最大血量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好像有点强哎。对啊，好像有点强哎。好吧，这样我们就没伤害哦。这样变零伤害哦。这个是上天堂做的吧？他们是上天通。玩的好痛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，岩隙挡不住啊！那水系这么强啊！每剩下一名敌人就会失去十点，战斗失败啊！哦，前方的盟友可以直接触发这个，哎，盟友重生触发，可以获得一点生命值。战斗开始的时候会获得一块钱，感觉这个铃铛不错吧？买个铃铛好了。哎，额外经验值，好哎，还能再进化吗？哎，好像可以进化哎。不会可以无限进化的吧？往生堂发售，三小有吗？有加级？哎呦喂！他的血量增加嘞，啊！所以他这个，你对带着这个东西，他就一直在帮你加血，你有看到吗？他血变41，然后这个是22，这个变41，太白痴了吧！哦，还有养猪流哎，他可以养猪哎，这个哦，成长型的啦，被腐化了。没事啊，不痛啦，不痛不痛，养猪大成功，各位。刚来，请问这是帕鲁的最新 DLC 吗？是，没错。对，我觉得它属性克制蛮严重的。属性克制很严重啊！草属性哦，获得重生不用吧？来啦，火爆哦！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一直有东西射向我的宠物啊？箭竹皇后250滴血，这么强的吗？
还有十滴。我要叫，还要叫伙伴。没事没事，先把它叠盾叠起来就好了。它有第二阶段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如果你输出不够的话，它会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所以你清场能力不够强，到时候你就被一大堆怪物给海过去嘛。111114盾啊！怎么输？获得护盾，盲友获得护盾的时候呢，可以给他一个仙人掌。哇塞，越来越强啦！施展攻击的时候呢，可以对一个随意敌人造成三点伤害。敌人进行召唤的时候，会获得攻击力增加。一样这个吧，根本就洗经验值用的啊！这个球金萝卜兽一直洗经验值，哎，狂洗耶！哇，狂洗！我现在队伍真的超级猛啊！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血量24了，有没有？因为这个辅线虾，它会一直帮队友加最大生命值，越来越硬了。往生堂会不会被那个任天堂击爆？那个暴击呢？不知道啊。为什么怪这么痛啊？太痛了吧！叠盾，叠盾，叠盾，叠盾。哦，好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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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超叠！战斗开始的时候，复制前方两格的被动空间。灯泡小丑感觉没什么用，哎。对啊，感觉目前没这样没什么用。有了。呜！这说什么？它会长脚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至于获得50%的仙人掌作为护盾，获得4个仙人掌。哇塞！我的队伍越来越强了。给5点最大生命值。这个会不会覆盖掉原本的东西啊？哎，不会耶。战斗开始获得。哦。对啊，他就是疯狂叠 buff 啊。啊，这个还忘了把这个卖掉了。欸，但是要如果这样，我叠到后面那个血超级多，护盾超级高，根本没人打得死吧？哎呦，后排爆炸，完啦！欸，感谢夏利麦勾卵，感谢，完啦！输出倒地。下气怕乱打，笑死！什么东西升级啊？对，好像有没有嘲讽技能之类的？与小魔王战斗来啦！小魔王是多强？什么大炮岩金啊？大炮级岩金！哇塞，打后排欸！老哥，先不要好不好？拜托，先不要！欸，他输出很夸张欸，这个28攻欸！哇靠！
打一个28攻，有点可怕、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哦，所以叠的攻击力也很重要哎、什么东西啦？好丑哦！给予20点经验值。哦，变帅了，变帅了，变帅了！治愈获得攻击力加成两次，向敌人造成等同于我方100%的攻击力的伤害。盟友施展超级攻击之后，向所有单位打一点伤害。前方的盟友承受伤害的时候也获得力量。哎、欸，越打越坦。治疗承受伤害，可以给后方盟友最大的生命值加3。周边会消耗，这是消耗品嘛？这个吧，最大生命值这种东西比较好吧。OK。重生触发。这个哦，三级就满等了，三级就不能再升了啦。然后经验值已经最大值了。对，所以一样啊，就是三阶就是最高等级。哦，很痛哦！有吗？这样得到攻击力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有吗？要攻击力吗？没有啊。自己爆炸啦！怎么有点像洛克人的味道、啊？就他、啊、就有自己是有那么一点嘛。有了震动假兽，给予四名盟友一点生命值，还不错哦。震动假兽，聊天室的最爱。是你们最爱的吗？震动假兽啊！我感觉我这个震就打天下啦、啊。有了力量加一，哇，好痛啊！哎，你弟。哎呦，42点！哇，对方打我一下扣42D 啊，好狠！叫情绪震动假兽，白骨精。白骨精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哎、欸。对啊，白骨精真的不知道怎么用。获得5点荆棘，打个重系的吧。有了，最佳阵容。靠，那个水啊，怎么搞啊？哎、欸，我这样保不住后排、欸，是有可以嘲讽的怪物吗？
对啊，也看不出哪一只可以嘲讽啊。为什么 BGM 都有点眼，都有点耳熟？正常啊。上天堂公司做的游戏，你应该多少都有玩过啦。对，后排有点软。我靠！哇，狂加力量六点。哇，这个攻击点很高哎！哇塞，丢一次二十几滴，二十几滴哎，好痛哦！哇，它叠起来很痛哎！将空气转换成大地哦，好像没有空气可以用。哎，感谢卷泥，谢谢。给予随机获得迅速怎么样？使用获得迅速，迅速是怎么样？往生堂，不是，我觉得有些角色太英霸，像这个东西真的超级英霸的啊！这个什么鲁莽球精鲁莽兽真的英霸、欸。给予最大生命值三点。哇塞，可以帮忙堆、欸！哈哈哈！这游戏坏掉了吧？是这样玩的吗？我可以这样无限堆叠，是这正常的吗？正常可以这样无限堆叠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血量已经堆到三十四了吗？右边那是卡比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叫做卡门兽。图坦卡门兽，埃及来的，埃及来的。到底在打什么东西？看不懂了。施加超级攻击，这个吧。治疗的时候会改变位置，配置的时候呢？哦，这也是消耗型的。哦，这个可以直接进化。你刚才练拳，你要小脚趾哦，可以做到早日康复吗？祝你小脚趾早日康复。虽然我也不知道，这个通常来讲都是扭伤啦，也没到很严重啦。完啦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！等级已经满了呢。下次战斗可以获得速度提升。香蕉鸭，香蕉鸭。好像没什么用。这是加入世界打架的方式吗？是啊。有了。那第一发这样伤害打16滴，其实真的蛮强的。哦，我连坦克现在都可以打到快要20滴耶。哇塞啊！哇塞，怎么那么痛啊？哦，毁天灭地。获得30点经验值，给谁？这个吧。
我不知道，他原本有点帅了，然后进化之后，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说帅嘛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又更帅，但是说变态嘛，说恶心嘛，好像也是有点又越来越恶心了。哦，很猛哦，这个国王级岩精。又帅又变态才好。有了，堆起来了。哎，他上，等等等。他得要42力啦，完蛋啦，42力啊！22力，哇干，62滴血，哦吼，好痛！太痛了！完了，头破了，各位。我们这个阵容不行了吗？这阵容啊，不行了吗？叠太慢了，是不是？三关是不是？可是我已经快爆了，完了，我们队伍好像不太行了。他的极限已经到了，各位。直，这有点太大声了。一滴血，对啊，坦克好像蛮怕毒的。怎么办呢？这下有点难搞了，各位。完啦，好危险啊！我都在那个刀尖上跳舞欸，各位，我在刀尖上跳舞啊！战斗开始的时候，最大生命值加5。哦，可以替换回来吗？好像不行啊。从商店新东西应该是吧？混沌龙，它的属性是混乱的、欸。
哇，完全坦不住哎、欸！完了！哇、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好险啊好险啊这个结束之后多花两块钱。召唤出来的卡德梦可以获得召唤者道具，不用吧？补充。装备的时候，盟友会获得给盟友最大的生命值加五。向后方的盟友造成一点伤害，到底有什么屁用啊？打自己人干嘛、啊？打自己人的道具，下次战斗加一点力量，获得50%前方单位的攻击力作为攻击力。可是攻击力太低啊，没有攻击力高的啊。任何获得虚弱的时候，可以获得一点迅速。所以这个迅速角色感觉应该是要叠这个剧毒史莱姆给他比较好哎、欸，因为他攻速快嘛。不，他攻速比较快，应该给他这个才对。能合成更厉害的吗？好像只能进化三次而已啦，应该是没办法两个融合吧？没有，这没融合系统。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哎呦，感觉好像可以咯。东西，战斗开始的时候触发两名前方盟友的技能，哎、欸，很猛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很猛哎、欸，行动最迅速的哇，哇，这只很强哎、欸，右边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右上可以融合道具，融合在一起，这融合新道具吧。所以呢，啊，啥意思？啊？合出来了，怎么合的、啊？我都搞不清楚它的使用效果哎、欸。我怎么看合成表啊？有合成表吗？啊、哦，这边有那个啦，啊，有那个相克表啦，合成表没看到，这个一定会被告啊，靠北，这个不会被告，有够好笑，不行啊，合不出来、啊。图鉴里面有道具，那应该是要特别去看吧。施加攻击的时候呢，承受伤害，这不行吧？哎、欸，感谢脚脚，谢谢。你好，
这里是任天堂法务部关心您。没事啦，我玩这个应该不会被告吧？合不上去。拥有护盾的时候，造可使承受的伤害减少、欸。哇，怎么队伍越来越强哎、欸？会被任天堂封杀吗？不会啦。弧箭不是有道具可以选吗？他还是没血合成啊。没有，他没血合成。会对自己的盟友造成攻击，恐惧，打自己人哦，完了，完了，还好还好，我跟你讲，最后的最后就是，反正我已经没盟友了，我也没在怕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反正我也没盟友了嘛。盟友越少，就越不害怕。A 拉到 B 就合成了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合啊！多重酶，这样吗？这样，到底怎么合？多重酶。不懂，我觉得可能到后面他有什么那个合成表出来才有办法弄吧？会不会第一轮没办法合啊？有没有这可能？有没有这可能性？第一能不那个第一轮不能合成，不是第一能啊，第一轮不能合成。第一轮不能合成，再说自己，谢谢。完啦！我先打后排啊！撑住啊！不要怕他！什么？触电。每次施展攻击的时候，会将这个触电传送。啊！但我应该没差吧？对啊，这样但我没差，因为剩下一个人他就无所谓啦。他是把队友弹死啊！哦，深渊兽。承受伤害加一点攻击力。有了，越来越猛了。超宝可梦是不是？这我就不知道啦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说实在的，第一轮是真的没啥难度，因为你只要拿那个 Meta 角色。那真的是有点可怕哎、欸，对啊，像这个有护盾的这个东西超级硬的，硬到我根本就觉得他一个人就可以打完了吧，都只是他怕一些特殊伤害啦，比如说那种打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会真实伤害那个什么腐朽、喔，对啊。疾风神三点，这有没有比较强啊？干嘛？我们往生堂大作
是瞧不起咱们往生堂吗？对，扛下所有伤害，然后靠这个东西。你知道为什么这只这么强吗？你看，承受伤害时可以向攻击者造成一点伤害，有没有？然后如果越高的话，他就是看他多少层数嘛。所以现在有人打我的话，就是他打我一次扣70滴血，他打我一下扣70滴，怎么玩？我就问，有没有？神经病，82滴，太强了啦！对啊，那怎么玩啊？你叫魔王来，魔王也打不过啊。昆虫第97个愿了。哎，感谢你，这是我们的杰克罗姆，感谢你。刚才不是爆了？刚才是因为还没有那个吧？还没叠起来，他就死掉了、啊。他叠起来就不会死了、啊，就是这只为什么是能破土啊？七成，哎呦，现在已经叠到50层了。你看这个打我一下自己扣52滴啊，真好玩啊这个游戏。哎、欸，月莲晚安。诡异游戏啊，乱七八糟，打我啊！有种就打我，蹦81滴啊！不是打完了吗？怎么还打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混乱封神哎、欸，还有二回战。刚刚看到朋友传讯息说生日快乐，才意识到自己生日了。出社会之后，感觉自己变成没有感情的齿轮了。没有感情的齿轮，有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想法啦，就觉得好像，不是说在像学校生活那样，或者说在出社会嘛，大家就有各自自己家里面的问题跟事情要处理，所以就变成很多人人与人之间感情就比较没那么那个吧，然后自己久而久之对于这种事情也慢慢无感，蛮容易会这样。对啊，啊，生日快乐！不会啦，我觉得人生嘛，还是要自己找一点乐子，给自己开心，寻自己开心。不是啊，对面不打我这只，他们不会死啊！哎呦，他打我了，98滴，自己爆炸。110滴，随便组个队伍，超级强。还有吗？哎、欸，感谢拉萨赠送新的订阅，感谢你，谢拉萨。还有、哦，胜利。OK。嗯，一言难尽啊，这游戏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玩完之后，我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一言难尽。